你能不能去休息会、那个？你在这我根本没法过。好，好不好啊？去待一会儿去，你在这我根本没法过。去。刚把小杨嫂轰走，小杨哥就又开始放飞自我了。老妹儿，把我拉链拉下，你。这个好长。哎，老妹儿来，进来，感受一下热不热？尝一下，真气。老妹这不行，这不合适。老妹儿，别上，你脱掉。不用穿，这太大了啊！不大，这个女生穿比较修身，是兄弟们啊，兄弟们看，啊，我也穿一下啊！你看我这个穿的就挺合适了吧？对对对，你看大杨哥穿的也挺合适的，是吧？我这个穿的怎么就感觉有点冷啊？啊，还是是羽绒服吗？你这穿个冷飕飕的，冷飕飕的，你的帽子没戴啊？背后凉凉的，背后凉凉的，你的帽子没戴？我、哦、帽子没戴，把拉下来。行，不好意思，帽子没戴。哟，兄弟们，不好意思，我刚才那个衣服掉了，拿起来。我哥，哎，蒋哥四面消失啊！你打我啥？狗粮！不行，这牛肉粒不行，狗粮！哎呀，你这家伙！一言不合，小杨哥开始整蛊大杨哥，大杨哥死惨。这个狗粮来，品牌方。有请我们的品牌方，有请我们的品牌方。贵的还行啊？你咋的？来，咱们来。啊，你这是狗粮，这上面是什么东西啊？冻干。小杨哥咔咔一顿问，品牌方咔咔一顿讲，原来这些都是整洁冻干，一共五种，是由鸡肉、鸭肉、鱼肉、鸡肝、蛋黄组成的五品冻干。你确定就是买回狗就喜欢吃？肯定能吃。我们这个吃口性好，加了五种就狗哦，就狗回呢，它就想吃。对，你确定？哥俩开始挖坑了，开始测试啊！只要狗就喜欢吃。我行。妈妈，今天来来来，坐。你打我啥？真吃了，兄弟！狗吃的比人都好。吃的真香。今晚吃什么？搞点水喝，兄弟们，这是马桶杯啊，这不是马桶杯，这我喝水啊，可真有。大杨哥偷偷使坏，不料被小杨哥现场发现，这下真的是透心凉了。有、喜欢搞，你看这玩意喜欢吗？不是你这有喷水了，怎么的？我没按呀、啊。我早就知道了。好。哎，我洗澡了，高兴。我再看一下这个花洒子，你来看一下来。来，狗狗脸。语音模式，柔和模式，哎，喷雾模式，对吧？是吧？我就喜欢这个模式。这个玩意儿，它这个东西本来压强就大，所以你们看到底有没有增压了？你看，这是我们自己在我们自己的卫生间啊，是的，看一下，你看一个是看，你看这是他们的，这是他们的，这个属于一个明显的增压。一个他们是69，响哥29.9，买一个送一个，两个造车。一个细节看出大杨哥对小杨哥有多好，自己一直夹菜吃，把肉都留给弟弟。我的脸上吹过八千里，有缘和缘都曾爱过你，可是潮汐干涸在有情人的海底，那最潮湿的意。虽然之前为了节目效果一直恶搞小杨哥，但是细节是骗不了人的，看得出来大杨哥是真的很疼弟弟。大家都知道小杨嫂最近去长白山看雪景，细心的网友发现小杨嫂去的时候是穿的一款雪地靴，小杨哥也知道北方天气寒冷，所以也给大家准备了一款非常不错的雪地靴。雪地靴看到没，里面毛茸茸，亲子款是吧？嗯，哎，我说雪地靴老妹没介绍了。我们这款是雪地靴，有三个颜色，是亲子款的，26码到30码，然后它鞋底的话是一个不织的绒底，鞋底柔软，然后保暖性好，零下10度到零下25度。好，来给大家看里面的绒是什么绒，这叫什么绒？鸽圈绒。鸽圈绒，你们日常价小多少钱？我们自己直播间的小码是89，小码穿89，大码多少钱？128。今天给你看一下什么叫实力，都小一的，小的是89，大的是128。今天大的小的一个价，49上车。49克到手，豆小一亲子款加绒雪地靴，气温下降，寒潮来袭，有需要的家人们赶紧安排吧。是故意的吧？没有，没事呀、啊，一会儿我也走啊，你走。摆点 pose， 你这样，摆点这种 pose， 行，这 pose 这样，我怎么摆都这么摆啊，兄弟们听着了，放心吧啊，我一定摆。来，预备，开始。笑起来，哎，高兴，哎，我教你动作，像这样，你看，哎，手碰到，哎，手没碰，哎，靠一下，靠一下小杨，哎，靠，哎，
对，对，那个爱心，大爱心，对，大爱心，一起来，好嘞，赶紧来，来一二三坐，哎，好嘞，哎，摆一下，好，嗯，好来，准备，好了，大杨哥来。我爱我媳妇儿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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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爱思甜，我爱思甜，我爱我媳妇儿，我爱我媳妇儿。去哪？去哪？快点啊！你赶紧搞啊！进，你别关上车灯，我有你来这一套，我媳妇听。我媳妇就说一句话，你看大哥，你看你，你不能这样。近期由于天气持续降温，有粉丝呼吁小杨哥把电热毯的价格打下来，今天他来了，网易严选的电热毯。还有粉丝问容易断丝吗？我没有做一个四万次的折叠测试，我觉得可以试一下。他们做了一个四万次的折叠测试啊，我跟你说敌不过我们直播间一次。我拿我那个小鱼漂啊，拿我的鱼漂砸一下，我的鱼漂结实。你家电这样造啊？试一下，热嘞，牛掰！许多粉丝担心不小心洒水了怎么办？它是可以水洗的，把这个打开，把这个给它拔掉啊，把那线给它拔掉，直接放洗衣机洗。又有粉丝问发热快吗？对，我们发热丝的话是属于大面积密集发热，非常快，大概几分钟？三分钟速热。真的嘞，热嘞，挺快，嗯。你快点，有点离谱。强哥，单人的99，上双人169，大双人229。天气越来越冷了，家人们注意保暖。当有女儿的大杨哥来到直播间，真的是嘴都要笑歪了。你傻子，你是傻子吗？哎呀，我那水桶爆，你没想拿水桶爆呀、啊？哎，女儿，女儿你长这样，我就爆，现在爆我念一句，你女儿是个水桶、啊，哎，现在爆女儿，爆女儿，我没爆我呀，你这样啊？那回去我天天爆，我因为血，我拿过来爆，哎，你爆女儿，这是人是傻，你是傻子，我不学呀，哎呦，学，你装死样子，烦不烦？哎，我高兴，我马上这一脚飞过去了，搞了个屁，嘴都笑歪了，兄弟，哎，嘴都笑歪了，哎呀，嘴笑歪，笑大歪嘴。大歪嘴，哎，我真歪了，我以后就叫张不正，哎，我兄弟，我改名了，叫张不正，哎，呀，给大家个送花是吧？这应该是送我马上出生的女儿。你女儿能吃辣条啊？不能吃吗？你女儿刚出生能吃辣条？卫龙，辣条，真不错，小时候的味道。宝贝儿，嗯，这里面一共有多少小包？一共有六小包。这个一包是多少钱？这一包我们正常售价是11块钱。好，兄弟看啊，看小哥啊，来，两大包，这个是大面筋啊，为什么大面筋？这一包多少钱？我们日常售价是4块1文。没升了，不是4块啊，超市卖3.8，啊，3.8。6袋，7袋，这是这个魔芋爽，素魔芋啊，素魔芋粉1袋。再来，兄弟，像这种小包的，看啊。这个吃过吧？亲嘴，这我们买是啥？当时我们去超市以前买5毛钱2包嘛。对，亲嘴是吧？两个，亲嘴烧，啊，26个啊，26个，亲嘴烧，卫龙大刀辣条啊，再加一包，这么大一包的大刀辣条，今天这么多加在一起39.9，哦哟，上车。